Question number 8. Write a list of things that he may be able to do there when he comes. Things to do at Tema. 答案就是这些。 逐个计分,总共有六分的。 Walk along the path. Walk along 就是沿着那条路来行。 沿着就叫做呢, along. 即是散步。 Along 就是那个, long 是长的嘛, 是吧? Along 就是沿着的意思。 你去葡萄牙知道可以做的事。 Watch movies, 全部在这里的。 During the holiday, people can watch movies. 接着, visit cultural exhibition. 文化展览, okay, 文化展览。 文化展览, see floral shows, 发展, 花的意思, floral shows, 花那些。 Children can try out their football skills. 咁就play football 啦，跟住啦， chatting with friend can chat 或者咧係 chat with friends， 因為 friend can chat talk 冇問題。In a waterfront cafe and tourists can take photos， have lunch 啦。哦，你有冇留意咧？呢一度全部都係用咩詞開始㗎？ 怎么用动词呢?为什么用动词开始呢?是啦, things to do 嘛, 是吧? 所以留意呢, 它是, 我们要紧贴那个题目的要求, things to do. 每个一分钟这里, 公开时呢, 有些题目容易的,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将容易那些呢, 答了它。 将难嗰啲咧跳咗去，冇嘥时间。好似呢条咧，如果俾你多啲时间嘅话咧，你可能会全中六分。但系有啲难嘅题目咧，俾3个钟头俾你咧，你都唔会啱。所以一定考试阅读卷。阅读卷总共有几多条啊 ？Part A 咧，通常44分 ；Part B 咧。 都係44分，即係話咧，閱讀卷咧，你夾埋要答88條題目，總共時間咧係90分鐘。咁你計條數啦，如果你可以成功跳過一啲難嘅題目，集中火力做一啲淺嘅題目，當年咧呢條題係好淺噶啦，係咪？嗱，我見到當年咧。 中咗第一個同學咧，中一分嘅同學，起碼咧都有70%，都係多人中嘅。OK， 我留意啦。當佢問你咧，有啲乜嘢可以做嘅，你用動詞開始。好，我哋望一望咧 ，Number Nine，Which two places？ Outside Hong Kong are mentioned in the postings. Which two places? 邊兩個地方啦 ？Outside Hong Kong， 大家知啦，香港以外 ，outside 以外 ，mentioned 提及，呢個字一定要識嘅 ，mention 一定要識，提及嘅意思，被提及，被動句，係啦。 请问你边两个地方香港以外系被提及噶？系琴日嗰个，咁答案系咩啊？悉尼系咪香港以外啊？系啊，系咪地方啊？系啦，冇错，第一答案就悉尼。仲有咧？ 好啦 ，Macau，Macau。好啦，咁澳門係咪香港以外？係啊，個答案咁順攤啊
係啦，嗱，所以咧，你嘅任務就係將錢嘅做咗係，錢嘅通常喺前面，通常喺前面，但係前面有時要隱藏一啲難嘅，要跳過佢。如果唔係咧，你唔夠時間用，冇人會夠時間答曬咧88條。好啦，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上問下你明唔明就唔緊要。你唔就算你前面，就算你前面啊，你完全唔明啊。佢問你啊，嗰、那個啊 Peter Yuen 有啲咩可以做啊？咁咪撞咯，係嘛？邊兩個地方香港以外啊，撞咯，係咪先？所以你唔好以為喂，我單字唔夠喎，我實做唔到啦。啊，記住啊，如果你睇得明成篇文章嘅脈絡嗰啲人咧，我 level 2以上。你的任務就攞 level 2